80年代以后，很多人开始拍乡土。那张兆堂的乡土是，不是大家的农村景色或古物，而是在我们不注意的那个角落里面，有的小小的人生的悲剧，或者非常突兀的这样的事情。张兆堂，这位长久在摄影及纪录片卓然有成的摄影家，在摄影的意境中融入文学、剧场与诗意等概念，并赋予摄影现代化的面貌。多年来，他创作了许多实验性、记录性与内省风格的镜照与影片，将影像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层次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光影张兆堂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